今天吃六个肉松小贝，六个泡芙，还有六个粽子。我先吃泡芙和小贝。但是今天给我这个沙拉酱有点少，我自己加的。直接给挤在里面了。普通的沙拉酱没有他店里的那个好吃，但是有酱总比没酱强。吃个泡芙 这个应该是芒果味的。
香草的。巧克力，是竹筒粽子。牛肉蛋黄的，蘸的这个烧烤料。紫薯粽子。蘸的是白糖。里面是那种紫薯颗粒的。红豆，我一直都是喜欢吃甜粽，今天莫名其妙觉得这个牛肉的咸粽更好吃。这个牛肉的。